头顶上有点痛，刚才我说的一个沸点或者像无影灯一样的飞出去，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一个沸点或者无影灯一样的飞出去，飞出去以后，我就起来了，就起来了，像没事似的，同以前一样活动，同以前一样活动，区别在于那个肚子，当然小了点，肚子没那么鼓了，人还比以前那个舒服点了，人的焦虑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。还有个最主要区别就可以不吃饭了，不吃饭了，直接用那个外星人供的能量，直接用外星人供的能量就可以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今天现在11:41了今天没吃过饭对，今天早上到现在是，什么也没吃过这后来就喝了点水，然后前面的临牌当中出现过饥饿感，一两秒就消失掉了，到现在为止没有那个饥饿感，说没有吧，没有，说有吧，好像隐隐约有一点点。当然，那个这种也不至于要我去吃东西的那个程度，好像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好像升上来一个有点像饥饿感，但是又不像饥饿感反正就是没有想要吃东西的愿望，好反正我现在就，不用吃饭，不用吃饭，不用吃饭，然后没有明显的饥饿感然后就喝了点水现在继续观察观察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